你们挥，等一下在抄枪举旗的时候，挥的范围会非常的大，不小心挥到会受伤哦，请大家两侧退后，注意安全。来，麻烦来个卡喽，你们挥，香槟兵，你们挥，我们表演的团队在水泥禁言。在两侧的朋友呢，稍微注意。哎，我们预备在超演、超枪表演的时候呢，会有一些挥枪的动作，所以请大家注意安全，稍微往后退。好，我们看到那一队整齐的步伐，这个超枪的手法，这个都是经过很长时间的练习，还是这样整齐。而且在队伍当中呢，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位小小的超枪手，我都觉得哇，非常的厉害，由小到大这样一直在演练，这样子当配合的演出啊，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啊。剩下五分钟有发放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的平安精美小礼物，限量一千份，大家可以赶快去领取，可以去那边扔丢它。你们的掌声啊，
由我们仪队的长官，刚刚进到妈祖的庙里面啊，去跟妈祖说，我们今天参与的这场盛事，圣灵板桥慈惠宝岛，活动圆满，也看到很大很精湛的演出。你们的掌声，手机可以赶快拿下来录起来，这个真的表演真的非常的精彩啊。
现场观众朋友再次给我们鼓掌，给一个掌声啊！多精彩的表演！个人说完啊，现在双人搭配哦。观众朋友，再给我们一个热烈的掌声！加油！再见，再见！没问题的，没问题的。
大家的掌声，大家的掌声，谢谢你们的掌声，给我们来自宜兰的佛光乐仪队来个热烈的掌声。成员呢，各个身怀绝技，他们的抛枪技术呢，也是非常的专业，非常的厉害。如果没有认真看的话呢，其实会很难分辨。只有你们热烈的掌声，那我们到板桥地区民众的热情，再一次给他们热烈的掌声，耶、yeah, 再一次感谢，谢谢我们佛光乐仪队。不好意思，麻烦现场的朋友，我们中间这边请不要站人哦，谢谢你们。除了在现场观看的民众，我们也有在亚洲庙会情报局、台湾庙会情报局这边都有做线上的直播，哦，在脸书上都可以搜寻得到。如果你身边的朋友没有办法亲临现场，可以把这个直播分享给他，可以让他感受一下现场热闹的这个温度啊！大家真的是非常的热情，不止在
演出的部分，在 YouTube 上面的部分呢，板桥慈惠宫的 YouTube 上面也有做现场的直播，所以欢迎大家，无论从哪里收看，赶快把它分享出去。第二次送我们掌声，谢谢。谢谢怡然国光粤语为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演出，再次热烈感掌声感谢他们，好不好？感谢您的婆婆声，就您的婆婆声、哦、他们真的很棒。来，我们正前方的人潮，我们把卡罗女王归。现场观众热烈的掌声，感谢我们怡然国光粤语的演出。